这一次到台湾来，我都已经记不清我啊受到了多少朋友的接待哦，就好像是头一次有一点点感觉到舍不得，好像对这个房间有点感情啊。我想将来啊有机会还是想回来的。再见啦。这是在台湾的公交车上面，那个司机要帮助残疾人那个上车。不一定的，下雨我们也没有。这种服务在日本都有的，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没有。现在我在台南火车站，一个星期之前我就是在这里下了车，我在台南待了一个星期，下车以后我是在这家Family Mart 上面喝了咖啡，跟朋友一起。今天我去高雄，预计在高雄待一个星期。台南火车站看上去很旧，请问最早的一班去冈山？冈山9:27哦。好。是。那个65岁以上的有没有优惠？满65岁了。有啊。是台湾有，台湾不是台湾的，就没有。那就没有，好好对对对好。那就一张全票。一张全票好。全票是37块钱。对，等一下9:27的车。要坐多长时间呢？差不多半小时左右。半小时大概也就是说十点几分？十点。我直接给你时间哦。后边是登机车，9:54到。9:54到。对。几号站台？6月台。2号站台。好，谢谢。从台南到冈山呢，大概只要半个小时都不要，很短就到了，只要37块钱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美金多一点，就是8块钱吧，因为是不是台湾人，如果是台湾人的话，又是50岁以上，还有这个优惠，但是我是外国人，所以没有优惠，全票37块钱。怎么过去？有那个地下道或是坐电梯，右边有地下道，地下道，然后左边有电梯，是在2号对吧？对，2月台。2月台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台南的车站看上去还是比较的陈旧。正在施工啊，有点吵。这个站台的感觉呢，像那个什么东南亚那些国家吧，像泰国差不多吧。从台南到冈山，半个小时，30分钟就到了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那麻烦一下。谢谢您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。
到十点钟，不到半个小时好像我就到了冈山。这是走出冈山我看到的第一眼啊！我说过我是非常走运的人，或者是说有神在关照的人啊，宠爱的人。天气一直很好，从来没有被雨打断我的行程。昨天下雨了，早上下雨了，今天到冈山，哎，天气又开晴了。谢谢上帝，谢谢神。谢谢。哦，好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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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老公，好头发。OK，OK，OK。黄先生，黄先生，我老公在车上，他这边不好停车啊。好好好。他在车上，他那个吊被车吊着嘛。好好。他那这一台。OK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幸亏，幸亏啊，幸亏，幸亏。那所以说，你现在想是想要休息，还是要打算直接去？我随便。去看你意思啊，说我要听你的意见呢。我都可以的。按照我们。就先去，先回家了，先回家了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，真的都可以，因为我都休息得很好的，都没问题的。啊，所以我这样的话就应该先去走，回家吃个中餐了，吃中餐再出来。好吧，那就回。啊，那是比较都市。啊，我们住在那边都乡下。啊，对，我们永安呐。啊，我们那边都养鱼了。哦，养鱼。养哦，为生的啦。哦。你们家养鱼没有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哦，我喜欢鱼啊，非常喜欢鱼啊。好，我忘记把那个冷冻库的鱼回去再拿出来，给他拿出来看完。中午，中午他煮好几天呢。中午，好好好，中午我们来吃。好。你不往这边开，像我的习惯。往这边弄。而且他们的鲑鱼，他们都吃鲑鱼比较多吧？啊，我们吃日本海产沙门多了，嗯，对。但是那个乌拉基，就是这边运动公园呐，公园这里要不要进去绕一绕？看你要不要马祖庙，随便都可以。这里就是冈山的这个冈山高中，高中啊，这个市中心，这里有一个叫什么公园？这个是什么公园？冈山公园啊，冈山公园啊。我们前面有一个马祖庙，我们来了以后呢，首先是要去拜一下马祖庙，不用的，走一走就好了。好。寿天。